没有啦，就你干嘛那么多疑问啊？姐说哪里去啊？你去就去啦。我都没有说什么，你干嘛说什么？可以约在家里啊。公园可以。有风比较。为什么还要特地约那边？是因为他选择天母家的。对啊，在家比较近。他家的中心。对啊。我约在一个地球。到底要约在他们家楼下麦当劳啊？啊，我要怎么过去？对啊。哎，来看一下啦。我下来了，我没接，我没接，我没接。去载他，你载他啊！载谁？载谁？其他派人去载他，载路遥，对啊，我车给你好了。好好，你车给我。好好。单车。你用单车，你单车，你摩托车借我。对。好不错。应该没有吧？我看。够吗？还是？剩下。好像复活岛的雕像。所以刚刚算是。现在在录影的意思吗？是。刚才那段一定要剪掉。笑什么？这样应该不要，不能拿才对。